血液生化检查的内容就各类是怎样的？血液临床生化检验有很多项目，通俗的讲就是生化学人做的全部项目，包括蛋白质、糖类、无机离子、酶类、脂类、非胆膜含氮类化合物，血清与输卵分析、激素等等，是诊断身体各主要系统的指标。比如肝功能是检查肝胆消化系统的，肾功能是检查肾脏和泌尿系统的，心肌酶谱是检查心脏功能系统的。检查的标准，举例来讲，钠正常情况下是136到145毫摩尔每升，钠降低的情况出现在胃肠道色懒、皮肤色懒、尿钠排出增多、抗利尿激素过度。增多呢，在于肾上腺皮质机能亢进、严重脱垂、松弛性尿崩症。钾的情况呢，就是正常情况下是3.5到5.5毫摩尔每升，增高呢就是少尿、阿德肾病、内癌综合征、肌油、慢性消耗性疾病、发热、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、风寒体疏痛、阿米迪汀等利尿剂。降低呢，主要是一个钾摄入不足、呕吐、腹泻导致它的钾的缺失，肾功能障碍、苹果酮中毒症、科黑综合征、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、服用利尿剂、抗皮质激素等。氯化物正常参考值应该是95到105毫摩尔每升，增高建议少量，呼吸性甲中毒，降低主要是肾功能障碍、尿毒症、饮用少量等利尿剂。阿德肾病